面子吗？不是张总，我真的放不下了。来来来来，来来不管了，张总，李总，让喝。来来来来，给点面子。来来来，张总，李总。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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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张总、李总听的好。来，啊，啊。我说，真不行啊，张总。我先干了，我先干了啊。全都是计算上的错误，52分，50几，段毅呀，怎么回事啊？5门功课2门不及格呀？你是上学校去上学去了吗？啊？怎么学的呀？你说话呀！我看看你平时的作业吧，你这孩子怎么回事？怎么现在学习怎么下降这么厉害呀？你这书包里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啊？这什么呀？这什么呀？游戏机。哪儿的呀？同学的。同学的？你上学校跟人家学习比比成绩好不好啊？你跟人比这干什么呀？我们同学什么都有，我什么都没有。那你跟人比成绩，你比这干什么？啊？你这学习怎么能这样呢？你回来了，你看看吧，你快看看吧，你看看你孙子，5门功课，2门不及格，你看看吧。你说这我牵手拉扯大的孩子，别到时候真跟他爸他妈似的。怎么？那就教育呗。我怎么没教育？你看这一晚上我都把嘴都说干了啊！你这根本就这不顶不上跟他同学混一个小时。你说这些小毛孩子整天不知道弄的什么乱七八糟，你看看这东西。这是什么？关毅，你过来，过来，往这边点，站，站好了。爷爷问你怎么回事，上网了没有？谁借给你的？从哪拿的？同学的。再说一遍，再说一遍。为什么要玩呢？叫你过来了，爷爷跟你说多少回不能玩，告诉你先打你，哭也不行，哭也不行，你哭，你哭也不行，打来的，哭也不行，老乡亲，我俩字，咱俩字就行了，咱俩字就行了啊，行了行了。孩子从小，我从那小肉球给拉扯大了，我都没舍得碰过这孩子一手指头。你说你，我碰过吗？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哎，慢点，来来慢慢慢慢慢慢慢点，来台阶儿，哎。慢慢慢点啊，来来，站好站好站好，来，哎，没，我没事，王总，没事。啊，是，没事，是没事。来来来来来，上车，来。哎，好，慢点啊，来来坐好，哎。谢谢啊。先行，请父亲您驾驶。警官辛苦啊。哎，来，给您。也出示一下身份证。啊。来。联网查一下。
麻烦那位小姐，请出示一下您的身份证。这么晚了，带她去哪儿啊？我送她回家。她家在那个方向吧？你是他老板啊？对。做什么生意非得喝这么晚啊？他有家有口的，这么晚还不让人回家呀？来，吹一下。警察就别吹了，我就喝了两杯啤酒。吹。下车。下车。哎，警官，我就喝了两瓶。两杯啤酒，我真的就喝了一点。走吧走吧，不是，我认识你们支队长，你要不然我给他们打一电话，你不如给他打一电话，好吧？电话收了。哎，支队长姓刘，对。叔叔，是我啊！我警告你，别妨碍公务。什么呀？还不赶紧把它扶进去！我原来看着它吐啊，我还真不恶心，但是现在我看见吐，我是真恶心啊！恶心不恶心，她也是你老婆，扶她进去。闻着都恶心，真恶心！来，把包给我，来。哎，丹毅，上学去啊？大早上了，怎么了他？哦，我打他了，他生气了。哦，那我上班去了。您去吧，我一会儿过去。端毅，好好学习呀，记得听爷爷的话。周末小妈带你去吃好吃的啊。我一直跟段毅说，请家长来，请家长来，包括前一阶段的家长会。他的家长一直都没有来。段毅这孩子啊，在我们的班里啊，以前这个成绩一直都是排前几名的，可不知怎么了，从这个学期开始，这孩子的成绩直线的往下滑。我是他爷爷。我觉得您以前来过。那今天既然您来了，那我就都跟您说了。不知道啊，啊，他司机干嘛去了？再说了，你们这事儿是昨天晚上出的对吧？交通队肯定是今天一大早就报到局里边去了，你现在这会儿找谁都没用，知道吗？那喂，安保，冯哲，酒驾被拘了。那给你打电话的是谁啊？在公司的员工。自己看。我相信你，我信你啊！快吃快吃。我说过了，这事儿我说了不算。冯哲因为酒驾处15天拘留，吊销驾照重考。我不是说呢，我觉得这都是轻的了。要是我说了算，我觉得酒驾应该进监狱。不是，这还不是你盯我盯出来的呀？我就不明白，这世界上这么多人，
你干嘛就跟我过不去呢？周警官，我不跟任何人过不去，谁跟法律过不去，我就跟谁过不去。不是，周警官，周警官，周警官，帮个忙，帮个忙，好不好？帮个忙。全呢，你老实回答我。昨天晚上我要是不出现，你准备睡哪？不是你这什么话呀？什么叫睡哪儿？我肯定回家呀！我相信你再这么喝下去，回的一定不是你家。你觉得你现在心智正常吗？我挺正常的，我有什么不正常的呀？你心智正常用我提醒啊？你是孩子的妈，这么长时间了，你问过孩子吗？孩子不在他爷爷奶奶那儿吗？爷爷奶奶，这么长时间了，你看过孩子吗？问过孩子温饱吗？问过孩子功课吗？问过他爷爷奶奶辛不辛苦吗？我再说下去我要骂人了，可我不想骂人。不是，放了呀吧，冯哲。生气了？爷爷说你，你不高兴了？你犯错误了，爷爷才管你吗？你不听话，爷爷才打你，打你是为了让你更好。爷爷的爷爷就是教育爷爷的爸爸的，爷爷的爸爸就是教育爷爷的，爷爷现在就这样教育你。你人就是一辈子一辈子这么传下来的，你听得懂听不懂，爷爷得告诉你。别争吧，争吧，你也是我的孙子。你不疼我。说您，记住了，以后见大人要尊重，不能没大没小。说您，说，对爷爷要有尊称，说爷爷您。爷爷您不疼我。爷爷疼你，打你今日是过，帮你日后成才。叫爷爷，爷爷，再叫爷爷，爷爷，记住了，爷爷疼你，爷爷疼你。他爷爷到，你来接孩子啊，来叫妈妈。妈妈，哎，那个，我今儿。不是接段誉的，我是想让您给说说情，把那冯哲给放了呗。说再见。那啊，儿子，来把东西拿着，快快拿着。妈，您拿着吧。对，我不要了。妈，您拿着吧，我们家有。有。请我进屋坐坐，喝杯茶。齐总，你看我这破破烂烂的，你要是不嫌弃啊，屋里坐，屋里坐。好，算了，就在这儿坐吧。有椅子吗？啊，有有。去屋里搬把椅子。你没听见呢，你快去。不去。齐总，椅子马上就到。你别动。让他搬。齐总，这孩子还小，有话好好说啊。不小了，都知道拿棒子打人了。来，把椅子搬过来。去，把椅子搬给齐总坐。快去啊！去吧，拿着回家泡茶去。快！
小伙挺有脾气。齐总，你。帮你教育教育，多大了，这么不懂礼貌，啊？出门就想打我呀？拿镐把，知不知道是你欠我的钱？嗯，不知道欠债还钱吗？你那是高利贷。他还知道高利贷？齐总，我求求您，您能不能再宽限几天？有钱，我立马就还。孙老板。你不要口不对心好吗？第一，当初借给你钱的时候，不是我逼着要借给你，对不对？对，对。第二，我把钱借给你，说好了，半年期限，拿铺子做抵押，对不对？对，对。我没逼你，没逼。你同意的？是我同意的。我当时就问过你，你为什么不从银行贷款？你说银行的手续太慢，急等着用钱，是不是这么说的？是。我还说，我这钱的利息可能比银行的还要高，你同意了？是我同意的。都是。都是，都他妈是！你还跟你儿子说我这是高利贷？我没有说呀，秦总，我是有钱，我肯定还你。我告诉你什么叫高利贷，高利贷是他妈利滚利，我这个是吗？你这个不是。听见你爸爸说的了吗？我这不是高利贷。哎，别这个眼神看我，我又没有抢你的田，也没抢你的地，啊？我城里还有当铺呢，你说我是个开当铺的，是不是？孙老板，那咱就按合同办，到时候别说我不厚道啊。这是一个商业社会。得有商业规则，要不给钱，要不收铺子，两样总得有一样吧。齐总，钱呢？我
我还是没凑齐。借去，否则我对你不客气。对不起啊，冯总。对不起，都是我把你给害的。我一直想办法捞您来着，可是你有什么对不起的？我本来酒驾就不对嘛，生意还得做，该干什么干什么。啊，我对不起。我不是说了吗？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啊，您要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您尽管说话啊，我肯定我尽力而为。别有负担，正常工作，啊，去吧。那我先出去了啊。去吧。皇城，你死不了了。那你不能寻短见呢，上吊啊！这瓶是你送我的，另外这两瓶是我偷的。哎，我都还回来了。现在那套西服，这那双皮鞋，都在。你拿我知道，我就是想要看看你偷多少才够。都还回来了，都送给你了，我也不缺这两三瓶。我不要，我不要，我这回来我跟你说，我辞职的，我干不了。辞职？不是，我真是干不了。我手上过什么都行，就是不能过人命。虎哥，啊，你现在心太软，你想要赚大钱呢，你得胆子大呀。小偷小偷嘛，偷小的我都是内行，但偷大的我确实外行，我太外行了，真干不了。刚才那什么，那孙老板自杀来着，让我给救下来了，剩下你就看着办吧。啊，好，走了。苍子，潘爷，您今天一定要表扬表扬我。啊，怎么了？在当前这个社会当中，我是面对着滚滚的人流，然后很多善男信女都受不了那种金钱诱惑，就今天，就今天，我大胆果断，我勇敢，我对金钱我毫不留恋，我说不了，我离开骑兵公司了。哦，我就是现在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把他搁锅里炒了，给我把老板给炒了。而且就在今天，我段虎有生以来我头一次，我就感受到那种救人呢，生死之间，然后快感。好好。
中午咱们爷俩吃顿饭，好吧？行，朋友们，我请。我请。行了，别掏了，我请。那我不去了。我不敢。不错呀，今天我从你身上看到了向上。哦，不是我儿子那个向上，是积极向上的意思。很好。那我也不去了，我跟您再说说，那我也不敢。那个我还走了，我就过来跟您说一声就行。怎么着，工作去啊？我还回去送水去。好，我走了。喂，郎主任，哎，小冯，想您了，您看。哎，是，哎，郎主任，还是那个事儿，您看看那个批文的事儿。啊，好嘞，哎，好。你得去啊！他没安好心呐。这个我得跟你谈谈了，小秋。一个月我给你12000，不就是为了这个事儿吗？该出面你得出面，你一去，郎主任就盖章。万一那老王八蛋他想跟我那什么，那我怎么办呀？你看着办。你要是把这个老头拿下，这个工程一交到咱们公司手上，你就是第一号工程，你就有房子了，你就有车了，合起来20万，怎么样？能成，什么生意都是正确；不能成，什么生意都是不正确。你去不去？你不是来解闷儿了吧？来了，就是为了挣钱的，不是吗？什么急事儿啊，老同学？我这儿可还在重要的会上呢。我今儿见不到你，我会死的。别呀，这生活多美好啊，是不是？喝点什么？卡布奇诺。嗯。我有话跟你说。说。喜欢我，我跟他们不一样，真的。我知道，你就是因为我帮过你，你感动了呗。别那么认真行吗？我早不知就提醒过你，别爱上我。可我已经爱上了。坦诚地跟你聊一聊，
聊聊咱们之间。是，我确实不完全是那么乐善好施，我也真的是挺喜欢你。我并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完美的人，但是你却是我心里很少有的那部分。真的，逢场作戏的时候我也有啊。你说现在女孩那么扑钱，我也拿钱摆平她们，但是你，我想永远保留着，就干干净净的放在那儿。你知道吗？我跟你在一块儿我就很爽，能帮你我就更爽，我的内心极大满足。我还特别喜欢看你眼睛里边感激和崇拜的那种眼神，我还特别喜欢看你眼睛里那种爱。作为男人，一定会喜欢你的这种眼神。而且看惯了露水夫妻的眼神，就觉着你的跟他们完全不一样。你的眼神跟石小闪的也不一样，他太自信了，而你是太不自信了。作为男人，我既有想帮你的欲望，我还享受你感激我的快感。但是咱俩不能谈恋爱。为什么？我配不上你。咱能不做这种阶级讨论吗？我有石小闪，而且我也不打算跟他分手。你相信我，咱们两个人的关系就得保持在现在这个分寸，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咱俩要是继续下去的话，你一定不会是现在这个想法，你还会有其他的要求。现在这个时候，好事不出门，坏事那要传千里的。咱俩的事儿只要是一传出去，那以后就没法再参加同学聚会了，弄不好连面都见不了。安宝，要是在八年前，我会死缠烂打追你的，真的。但是现在，我放弃了。这男女关系多没劲啊，同学关系多好啊，一辈子都在一块儿，一辈子不分手啊。抱抱我。Thank you.
哪儿啊？啊，小乔啊，哎，我在卫生间呢，你先进来吧，我一会儿就出去啊。哎，那我先进来了啊。哎，好好好好。你来了，对不起啊，老师。小乔，哎，小乔，别碰我，别碰！哎呀，你干嘛呀？你，哎，你给我抓什么？你抓！走开！啊！走开！走开！这是公关啊，你先。这是公关啊，你说说，这就是公关是不是？往死里喝你就啊！拍死我呀，机长！我不这么拍，你能吐出来吗？炒得好，炒得好，炒得好！你等一下，别等会儿。哎呀，炒得好，炒得好！来来，喝口水，来来漱漱，来漱漱，哎，漱漱口就好了。来来来，走一边去。不是你喝，你炒了就炒了嘛，你说大不了咱们一块儿去，在街头卖菜吧，就是来喝一口漱漱，漱漱好一点啊，来。吃点来，然后那个你吃完之后才有力气啊，才有精神头的。我不想吃。不是你吃一口，你不吃不喝不行。哎呀，算了，我不想吃。
给你，跟着我，那我不喂你，来来，你自己拿来。嘴唇都干了，来，过来，来，来，听话，来，给，来，给，活不起那样子给谁看呢？啊，喂你都不吃，给我看呢？你在干嘛啊你？为了钱呢，乔恩呐？没钱不能活是不是？你是不是需要钱？你是不是需要钱？你缺钱我给你弄去啊！我要是回不来，你带着你儿子去探监。抓我！抓我！抓我！除了今天把前一段的工作做个总结以外，还有个喜事儿跟大家宣布一下。根据分局领导研究决定，任命周树同志为中山路派出所副所长。哦，我可真为你高兴啊，真的很高兴。谢谢师傅，不过说实在的，师傅，我是觉得我真的不适合当官。我对仕途不感兴趣。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啊？抓贼。我是说，我比较适合的工作岗位应该是在大街小巷，而不是整天坐在夏天不热冬天不冷的办公室里看看文件接接电话什么的。哦，你当管理者就是躲在办公室里冬天不冷夏天不热？不是这样的吧？不是那个意思。你要好好的读读书。一个人你很优秀，你是个体优秀，但你作为领导者呢，你透过你的优秀品质，你传递给下属同事，这样你产生的后果那可是成倍的增长。就拿抓贼来说吧，你是个抓贼能手，是吧？你要站在领导者的岗位呢，你就会更好的控制、计划、整理，会领导这个抓贼。那贼是抓不完的呀，人心是教化出来的，教化对一个领导者来讲，那是眼光的表现，是吧？所以你记住了啊，人心要是无贼了，天下就无贼。到了今天，我也算对你爸爸有交代了。你爸爸在天有灵，会为你感到骄傲的。你不简单，不容易啊。
你今天终于出徒了，将来你一定比你爸爸和我都有前途。师父，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和教导。好好干吧，孩子。好。眼神有问题，什么问题啊？反正我以前一见他出这眼神，回来我就能看见钱。没什么事儿，你回去吧。啊？那他不会犯事儿吧？他没那么傻，犯事儿早犯了。他奶奶断骨找不着了。再去偷去，他出去偷去啊？是吗？他为什么偷啊？啊？是不是为了钱呢？是不是弄钱给你花呀？不过这我得问问了，你这一天花多少钱你才有够？挣工资的男人跟你在一起能过下去吗？多好的男人跟你在一起也得偷啊！不是他奶奶，他要再去偷去，我没什么，你说孩子怎么办呀？行了。你们心里有断意吗？你们心里有断意吗？我就没见过你们这么混蛋的父母。喂，周所，断骨找到了，在哪儿呢？送水，是在送水，没有发现什么别的异常。还有就是，这个是在水站要的段虎的新手机号码和水站的电话号码。向总，我什么都没干。都进谁家去了？进了好几家，送水嘛，都有单子。您可以去公司去查。等会儿。向总，我真的什么都没干。我，向总，您对我。对我那么好，你竟为我操心了，操碎了心，我不能对不起向叔啊，是不是？向叔，你相信我，我真的什么都没干。你晚上睡哪儿了？天当被，地当床。好好说话。要是地上铺个凉席，挨着三轮车就那么睡了。自食其力是对的。啊！别见谁有钱就动心思。莫伸手，伸手必被捉。一次抓不到你，早有一次会抓到你。对，这我都懂。我绝对不会那么干了。我要是有那个想法的话，我都不离开骑兵。我还想着跟我儿子过下半辈子呢。跟你儿子？那乔安娜呢？三个人，要一家三口好好过日子，啊！行不行？行。
活。周警官，还这么巧？怎么了？没怎么。跑什么呢？没跑什么。把手伸出来。伸手干什么呀？让你伸你就伸，废什么话呀？让开。多长时间没剪指甲了？指甲缝里都是。那么不讲究个人卫生啊！回去剪。周警官，我那个水车还在那边，然后上面还有水，给丢了，得给人送水。放心。让你走了吗？走吧。大妈，你山上订水啊？你订水，你跟我说一声，我给你送家里去了，你不用跑这么远过来。嗯，我不订水。哦，你忙你的去吧。那我忙去了，我送水。Thank you.
选不了你了。他奶奶，您这是跟着我呢吗？对呀、啊，老太太，我就盯着你呢。您不在家，小夫，您跟着我干嘛呀？你说我跟着你干嘛呢？我不知道啊。我跟着你，我怕你走歪门邪道。不是你心里没鬼，你别害怕。您这么跟着我，我怎么干活啊？我单位同事怎么看我呀？不是你该怎么干你就怎么干吧，我也没拦着你。那我跟你说啊，你小子一天贼心不死，天天跟着你，天天跟着你。宝，还好吗，老同学？老主任被双规了。我想工作。那好啊，再找一个啊。我还真挺想你的。我安排同学聚会吧。哟，都来了。安宝，哎，乔小姐，一个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女朋友啊，石小闪，你们都认识吧？漂亮。这个是乔安娜同学。啊，你就是乔安娜呀？乔安娜就是你呀？啊。啊，我们家安宝啊，老是提起你，你挺好的吧？哟，安宝啊，你跟小闪提过我呀？啊，当然提过呀。啊，我们老同学感情特别深厚，总是随随便便的，你不会介意吧？哎呦，我当然不介意，你们感情好啊，我特别感动。我那些同学啊，早都没联系了。你平时喜欢在哪儿逛街呀？有时间咱俩一块儿逛街呗。好啊。对了，听说你老公在美国啊？在哪个城市来着？现在搬到纽约了。哦，
是吗？小闪，哎呀，你说，你看你这来了半天了，我也没跟你聊聊天什么的。以后我们同学聚会你就过来啊，热热闹闹的多有意思呀，我们都挺喜欢你的。你这衣服真好看。哎呀，谢谢了，谢谢。你也挺漂亮的。在哪儿买的？我呀，我这没事瞎逛买的。是吗？去吧，那个什么，我给你看点车。哎，你等会儿，等会儿，怎么这么多汗呢？哎，来擦擦擦擦，出这么多汗呢，这是？啊，你喝点水吧，不行。不行，得喝点水，我这水我还没喝呢。啊，这出汗就得补水，快喝吧。哎呦，你说，哎呀，送水的，回头再那个什么。再渴着，这天底下最冤的事儿，喝吧，喝吧。他妈，您要是我妈就好了，你他妈天天看着我，我就不学坏了。你现在学好也来得及。他妈，说呀，没见过您这么爱操心的。我操心，我都操碎了心了。我是操心你们还这样不学好呢。我要不操心的话，你们还不得反正天上去？快点，快快去吧，快去吧啊！慢一点啊，慢一点。哎哎哎！你现在上哪儿去啊？你这是要？啊？大妈。你干什么去啊？有事儿。你不就长得好看吗？我把脸给你划的，我看谁能看得上你。你就别这样了，你这不怕人笑我呀？啊！说实话，我真是心疼我那孙子，怎么摊上你们这么对父母？嗯，我挺努力的。送水去吧。哎，大伙，你是不是个老爷们儿？哎呀，你！你是不是个老爷们儿？我是。送水去吧。您好，您好，那个你们安总在吗？哦，我们安总他出去了。啊，出去了。要不您先进来等一会儿。行，您请进吧。那我等一会儿。你怎么来了？来来，到里边坐，别客气。来，我让秘书倒杯茶。来，进来。
来来，里边请。安宝他不爱你，谈恋爱五年了吧，甭管他找什么理由不跟你结婚，那都是借口。这证明什么？证明你不是他想要的那个。那你的意思是他想要你是吗？我可以淡定地告诉你，乔安娜，如果安宝跟你走了，我石小闪不会去追的，因为他站在你身边，我觉得他一钱都不值。论过去，论现在，论将来，你有什么好跟我比的？斗智斗勇，斗学历，斗年龄，斗家庭，斗心眼儿，你就算了。现在我都说完了，你可以出去了。我不想让你不好看，你再不走，我就叫保安了。请进。您找哪位？啊，哦，我是乔娜的丈夫。哦，你好，你好。那你好，请进。那个，您找我有什么事儿？我就是想知道你跟乔安娜那个什么工作的事儿，对吧？嗨，这事儿我跟乔安娜其实已经说过了，我这公司还真没有合适她的工作。当然，如果你还是需要的话，你啊，我再帮你想想办法，怎么样？哼，吃人嘴短，拿人手短，你这打算把我们两口子一起拿下？不。我没有这个意思。如果您要是不愿意，我肯定不会强迫。我主要还是想着要帮助一下老同学，啊。来，咱们坐下聊，慢慢聊。小陈，沏壶茶。来，挺不错的。如果他要真是要愿意娶你当老婆，我真不拦着你。这年头啊，五花八门，只要是能换钱的，忙活什么的都有。哎，天上的，地下的，什么生意都有人在做呀。国家缩紧房贷，现在玩房的钱全撤了，改行了，拆玉的，开矿的，啊，拍电影的，修路的，架电线的，哎呦，忙的也，哪行都比我们做红木家具的强啊。哎，我不这么觉得啊。这红木家具都让你们炒成什么样了？你说那一把椅子得多少钱？那得看是哪儿的木头啊。哪儿的木头不是木头啊？你不能说一块什么红木也好，黑木也好，什么这木，它一千年一万年不烂吧？好的红木家具，它真是千年不烂。你说宋朝，宋朝这椅子、这桌子，那得什么行式啊？啊，只不过是说哈，这是古董家具，咱不聊这个啊。但是这红木家具，它真可以千年不烂，变成未来的古董。哦，那这人它烂不烂啊？修行好的，据说能变成舍利子。哎，
我还能变成孙悟空呢。就是说这意思，合同您还做不做？做呀，我刚才不说了吗？要做大做强。李行长，来，我们大家敬李行长。来来来，好的，来。张总，听说你要上市了，要赚股民的钱去了啊？我也没听说他干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啊，怎么就上市了呢？我哪能惊天动地啊？七哥，惊天动地的是您，敬七哥。张总，我听说这股市啊，它是从来不产生价值的，对吧？它的价值正负等于零。股民们玩的就是彩云追月，对吧？就是个概念，金融游戏，一场游戏一场梦啊！等梦醒的时候，股民们就该哭了。来，喝酒。来来来来来。哎，小兄弟，想什么呢？啊，没想什么，我这正琢磨你说的话呢。彩云追月，我这个人呀，就是不管是云彩还是月亮，我都追不上。你是条龙，是龙就得上天，是从钻地，各有各的活法。喝酒，向上了。来来来来来，大家喝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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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又跟乔安娜吵架了？哎，都是钱闹。那当初我跟老向结婚那时候，老向一个月挣42，我挣36，我们俩加起来还不到80呢。上有老下有小，就那样，每个月还得攒30块钱。那时候的人，说实话没那么多花花肠子，就是上班下班结婚生子，最高兴的就是盼着单位啊逢年过节的时候啊发点东西，一家人围在一起包顿饺子，哎，那人就乐呵的不行了。你看现在的人，那都吃什么呀？啊，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生的、熟的、死的、活的，能吃的、不能吃的，全往嘴里改喽。你说那大鲨鱼多大一条鱼呀？就要鱼鳍那么点东西，啊，完了那鱼还张着嘴呢，就给扔回海里了。真是够缺德的，啊！他坐那高级饭店里，他吃了那么一口像粉丝似的东西，怎么了？他就有光环了，人生就有地位了，啊？不是，我就说他这辈子吃了人家的胳膊腿，不怕下辈子折胳膊断腿啊！真是够缺德的。什么情况啊？啊，什么情况？不是大妈，你看向上，刚从饭店出来。刚才还说折胳膊断腿，你说怎么说？这小子真是，真是。你要打劫啊？打什么劫呀？不是，妈，你们这合着盯着我呢？我们盯什么盯啊？我跟段虎送水，这不路过这碰上你了？就是，那你就接着送水啊，妈，你好好送水，你看着点啊，我有事先走了。不是你，我问问你，你现在跟齐兵他们一伙做生意呢？现在，这位大哥。我跟谁在一块儿需要向你汇报吗？知人知面不知心，你别让人跟你搂脖抱腰的，那都是表面，那都是假象。你几个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以后小心点，江湖水深的。这江湖哪儿来的江？哪儿来的湖？我这不是站挺好的吗？江湖你弄得跟黑社会似的。小张啊，江湖有没有咱先不说，但是这浑水咱不能趟。行了，妈，您呀，就多陪他送水，负责他的安全，一定看住了他啊！我先走了，再见。妈，您别看我了，您最应该看的是你儿子。哎，向上，不是我，等会儿，看我看你以为我伺候的，我看得过来。
等一会儿，大妈，你别打车了，快等大妈去吧去吧。咱俩这辈子最后一面，我替石小闪跟你道个歉吧。啊，你说，像咱俩这么纯洁的同学关系，怎么就都没人信呢？其实石小闪也不是一个坏人，他就这么一个脾气。换个角度说，他是太在乎我了。理解一下。哎，喝茶呗，加点奶嘛，这是英国红茶。这么悲惨的，哎，不怨命啊，咱不怨天尤人的，只要是努力了，努力了，就都不叫个事儿。这样吧，如果你愿意折腾的话，自己开个小店呗。我有一个朋友是专门做化妆品的，不如你给他开一个分店，这不是挺好吗？怎么样？为什么呀？我今天找你是因为我想跟你说点实话。你说那么严重干嘛？哪天说的不是实话？安宝，我之前跟你说我毕业之后的那些经历，都是我编的。我没有去过美国，也没有嫁给什么美籍华人。毕业之后你们都找不到我，是因为关了六年，刚出来，出来两年多。吓到你了吧？哎呀，你老公找过我，你的事儿其实我都知道。你要是不说，我肯定不会提的。这有什么吓人的呀？我见过的多了。那要是因为谁曾经碰到过倒霉的事儿，就再也不见面了，还要同学干嘛呀？是吧？我只是怎么也想不到你会摔得这么惨，这么疼。以前我是不知道你的事儿，我也帮不了人。现在我知道了，
我要是不再伸手扶你一把，那我还是你同学吗？我活得太丢人了。你以前的事儿，就到我这儿为止。别的同学也都不必知道，好吧？把店开起来，我借你钱。你都知道我底儿了，为什么还要帮我？我都知道你的底儿了，我要再不帮你，那我还是男人？